老师，你捌听到迄个唱歌罗岗腔的几条歌，往罗岗腔唱？要唔捌呢？唔捌啦，阮罗岗之前捌办一个歌唱比赛，名叫做罗岗腔歌唱比赛。哦，内底有一条指定曲。指定曲。我知我指定曲，我知那就指定曲呀，它是个什么呀？唔是啦，就是一指定的啦，一个指定曲，一个叫做一个针线琴。第一，你报你报名。第一呀，这么正经嘞。一般，恁拢讲尖山情嘛？对。啊，不然。阮拢讲尖山情。尖山情。对啦，因为可能腔口问题，有人讲你皮在上，有人讲你皮在上。有人讲野牛，有人讲鹅牛，有人讲猪吧，有人讲猪吧，有人讲猪，有人讲猪啦，恁讲猪还是猪？阮阿公无猪啦。哎呦，这句我学着了。跳呢？哎呦，恁讲猪啊猪？牙冠。哎，恁讲人？哎，庄严点，庄严点。所以，伊这条就是伊的评分哦，评分不是讲你唱得偌好，就是看你的咖喱较做重点。家己为准，对，我教到洛江桥无，现在有这荣幸唱，来来来，别，叶文老师听著，我希望做主持人，爱参赛者，啊，四位是评审，爱参赛者，那你拢爱唱嘛吼，你第二，我先唱好了，你那边洛江桥那唱歌的比赛的指定曲，你那些陈水扁的陈志根做那些站算停，你敢怕不怕过来？我是山，站山永远念相偎。人讲菩萨站站啊着山，为何把阮当孤单？就啦，有传就来就的暖暖的的口号是神奇呐，可能就怎算讲用这个韩国话来唱啦。从七里从千里里千，从个那个千里里从从千。啊，真的！我本来是想讲闹艺人那款的喎，啊，艺人的啊，咱来听艺人的这口号是啥意？干脆讲段子。你伊吃饭，我吃软，吃饭吃了进来断，怕吃破啊！可以。一箱三个参赛者来自洛江阿加韩国阿加艺人，请曾老师讲评。你都知这道看偌歹谈都好，这是要哪讲评？但是我要讲一句实在话哈，我良心的建议，所有的长辈们，你唔通认为讲囡仔人学恁的母语，敢那会伤爽，或者是讲出社会了后，甲人袂批评的。我觉得不是哎，一个不忘本的孩子才会被人家疼爱。一个无忘本的囡仔，洛江囡仔，嘿，伊为着要彰显着伊洛江，啊，佮故乡的迄个愧疚，唔惊人笑。但是这种的精神，我会感觉讲需要教育，互咱后一代囡仔拢了解讲，我爸爸就是种腔口，我的故乡是种腔口，我的根就是这种腔口。但是入了社会了后，敢一定都为着
哦，竞争都爱来家己的腔口爱改掉，无一定，这变成是伊的特色啊。所以他的特色呢，就会让我觉得说，这个孩子很温暖，值得看行，值得鼓励。是是是是。